掌声欢迎。阳光剧场，我们今天晚上在哪里？你们知道吗？对，等一下，马上下一站就是阳光剧场。它是什么活动？阳光？我们这一次请它是一系列的闽南文化季哦。对，然后今天呢是压轴，就是压轴的大戏大场。哇哦！对对对，今天晚上你会看到很多很特别的顶头，顶头吗？今天跟明天，对，那这些阵头的艺阵呢？他们可能都是台湾可能数一数二，或是可能是唯一，就只有那一团哦，所以很特别，非常的特别，所以赶快邀请的亲朋好友，赶快今天晚上6:30准时在阳光剧场相见。然后我们先在竹围渔港集合，对，没错，今天的桃园真的是很有福，你看下午我们竹围渔港有这么棒的活动。再给还有好听的歌曲，又有现场的抽奖，哎，跟大家也就是讲一下，我们今天呢留到我们的会场，就是整个表演结束后，我们会有抽奖哦，抽福袋，哇，对，所以刚刚呢没有抽到的，我们现场的好朋友呢，还有机会，对，还有机会哦，对，所以呢今天感觉玉君是百忙之中
哦，你还去先练习那个，所以你刚刚是先就是赶场过来这边。对对对，其实我跟梦贤，我第一次坐梦贤的车来，哇，不好意思啊，大家各位，哇，不好意思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我有坐过他的车，那车很好坐。对对对，刚刚太舒服，我刚刚在车上里面没口皮，要怎样？啊，所以我刚刚第一首歌，扣扣扣，不是哎，是青春青春帮，对，青春帮也是玉君的专辑里面，我觉得很主打的一首歌曲，对，是我的专辑里面的第一首歌，那是陈子龙老师帮我写的歌曲，哇，子龙老师，是，对，我就是这样三年啊，我觉得玉君我们两个竹围渔港像是我们的家一样，我们今天来这里跟梦贤啊，我们可以来这边代言，对，你看第一年你来这边的时候还没有自己的专辑，没有，对，还在唱别人的歌，对，然后今年呢，第二年、第三年，对我第二年的时候是唱单曲。被给陆林心啊，对，那时候就发单曲，对，今年就有专辑了。专辑，你们有买专辑吗？很好听哎，没有买没关系，就是有空上 YouTube 都可以听得到。对 ，YouTube， 对对对，我自己也很喜欢听你的专辑。啊，对，你那时候一播，哎，你就是一放出来释放官方版的时候，我就每天听，你里面真的好多歌都就好听哎，是，对，除了青春帮。就你来帮我带唱，你们觉得像不像？我以前喜欢模仿汪玉君唱歌，你跟他也不行吗？有哦，啊，那不然它里面还有一首我觉得很好听，除了空，你们会那个吗？空空空吗？空空空会，对哦，空咪空咪空咪，底下有人很会，我根本没有觉得空，对哦，那时候这首歌是跟那个。国宾哥一起跳舞，对对对，第是我们的 MV 男主角，对，但是最近大家都耳会呕的吼，他们都知道呢，他们是把扣那个呕这样子，可以啦，没关系啦，还是表示有红起来啦，对，有红起来，红起来，回去早上就先跳一下哈，扣扣扣这样，睡前也呕一下这样子，哦，毕竟那首歌的专辑很多歌都很好听哦，所以大家呢如果。觉得好听，喜欢玉君的话，一定要给他多多支持，是是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最近看你除了就是要可能有一些活动以外，好像也是蛮多行程的哦。如果要看电视看到你会看到什么？哪里可以看得到你？电视上？电视上吗？啊、其实最近还有到国华老师的《那些年那些歌》，也许再过一阵子就看得到。哇！对对对，然后反正没有关系。所有的活动讯息，包括他电视的播出，就是只要有新的，都会在我的粉专上面跟大家分享。所以在邀请大家可以加我的脸书，我的粉专翁玉君。翁玉君，我今天还去看了你的脸书，我真的从你的粉专大概几千人看到现在已经爆满到5.4万人。没有，你可以教我怎么涨粉丝？我的粉丝一直都停在5000多。我们两个牵手去问陈梦贤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先去问一下陈梦贤。我们两个。去请教对啊，你搞起外粉丝专业，你搞起王玉君呢，他搞起外啊，赶快点头哈，还没有按的赶快拿出来按哦，我等回去要检查有没有多，我看我数这边几个人哦，对，不然我等下不让陈梦贤出来了，好啊，就很开心在这边看到玉君，对对对，对，就是从以前一起就是比赛。然后到现在，你还是依旧美丽。没有没有，而且我觉得竹围一年比一年还要多人，还要热闹。真的。对，尤其是今天这个天气这么好，风一样大，风很大，还是风很大，但是至少比较舒服一点啊。对，它比较宁静啦。我记得有一年好像下大雨。对，下大雨，下大暴雨，对对，所以今天真的，对老天爷对我们很好，对，谢谢老天爷哈，对对对。那我们现场有很多我们就是在地的乡亲啊，然后都来这边现场看我们的，就是这个看表演，没错，走一走，散步一下，这样。好啊，你们想不想来听玉君唱歌？想是不是？哈，那玉君接下来为我们带来什么样好听的歌曲？好，我希望我没有记错，我的第二首应该也是专辑里面的歌曲。我帮你看一下，哦。起来是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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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觉好像都不太一样。哎呦，没关系，再来惊喜就对了哈。对，那你要好，那看来今天可能有更好的安排，所以来一首，比较，我觉得大家可以群聚在这边，团聚在这里。对，一定要再来这一首。什么样的歌？人生何处不相逢？哎呦，人生何处不相逢？那我们有请玉君带来好听的歌曲，掌声。好听的歌要唱了，没有办法在一次的竹围渔港全部送给你们，所以这首歌也是很好听，特别送给你们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
从澎湖来的朋友，还有你好。人生如何从不相逢，相逢又在梦中，念念为你呀，留下春雨时，天天吉祥就成空。人生如何从不相逢。超开心的，因为很难得可以在桃园一整天，然后尤其在今天，今天又有竹围，还有晚上的演出，完完全全的。